下边做大围圈的第二节，由我的学生鲁红进行演示。 下边，我做第二节的第一个式子，这个式子叫夜叉探海，接上一个动作。
右手贴身，往前穿掌，往前穿，穿到前面之后，是一个蓬手，左手翻过来往后拉，哎，蓬出去，嗯，蓬出去，后边这个腿挂起来，往这挂，探，我再做一遍啊。 注意这个抬腿，捧，捧出去，往前挂，挂这个腿，探，这个腰要弯一点。下边有我的学生做一下，哎，这是两手抻膝的动作。这个抻膝的动作，走这两个手心，那么也都是两个劳宫。 气往下沉，右手往前穿掌，左手翻掌，往后坐，坐肘，右手往前捧，哎，站稳，这个腰是直的，啊，不要再扭着，一定要捧直，哎，起腿的时候，右腿往上挂，哎，往上挂，左腿打出，探掌，夜叉探海嘛，你看有这么个探劲儿。 哎，不要伸得倍儿直，哎，没有形象的做，你看探，哎，探出去。第二是先人照镜，接上一个动作，接这个探海，接这个探海这儿，往里扣脚，开手，把手开开，往下蹲，搭成狮子手。 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半蹲马步，往上提起，挑俩手腕。你看，俩手腕往上挑，这个气提上来。提上来之后，在这你看抻腕，这一抻腕往下坐，让这气再沉下来。哎，在这时候转体，由左手挂右手，挂过来，哎。 转过来，哎，双手往上托，眼睛往上看，看手，哎，在这翻手，仙人照镜就出来了。手心冲里，手心冲里，到下颌之后变手，俩手背相对，哎，顺着胸前。 往下捋，往下沉，往下哈腰。这个动作要求手指扫地，哎，要求手指扫地，哎，嗯，起身，俩手一块往上提，你看这气往上提，合掌，合掌。 下边，由我的学生来演变一下。接上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叫仙人照镜。哎，往里合腿，勒脚尖儿，哎，往下搭手，半蹲马步，搭成狮子手，往上提气，挑俩手腕，往上提气，哎，往下一抻腕，让这气下来。 下来之后，转体，转体，转过来，双手上捧，哎，意思是往上推，头要往上，要眼睛要往上看，抬头。哎，这个动作要注意，这有个变手动作。现在是手心朝里，哎，这手心朝里，过下颌以后，手指要变，两个手背相对，哎，往下掸。 哎，双胆沉，哎，手要擦地，哎，往这起身，注意这个动作，捧气，两手相合，两手相合，这气捧挤到一起，哎，挤在这儿，往下抻气，好。
下边通字拜佛，接上一个动作，哎，这是右倒插步，这长着呢，我接上一个动作，从这儿啊，就是在这儿，通字拜佛，把脊背，这个脊背往长脚巴打哈腰，但是脑袋不要低头。 手指对下磕，哎，这个动作越小越好。在这站起来，蹬腿，提起，童子拜佛完了，注意这个地方。 现在的气顺着两肋已经上来了，到胸上了，哎，眼睛看着手指，眼睛与手指要相平，往下做气，窜身，要协调，一块往下做，哎，把气提起来，哎，起身的时候蹬左腿，抬右腿。 哎，提提，这个动作的要求，大家注意，这个膝盖的要求是应该对这个右肘，啊，这样比较合格。那么说，我们新学的同学，如果要抬不了这么高，抬这也可以，但是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要奔着这个肘来。哎，这气现在已经在上面来了，哎，马步成长，哎，这气下来了。 好，下边做仙人掌卷，接上一个动作，由麻布成长开始，在这儿，左手往上举，手心冲下，两个手心都冲下，右手往下按，左手跟，哎，左手跟着。 这是一个上部撩阴掌，嗯，哎，上部撩阴，嗯，往右劈，劈成右弓步，在这收回，右手收回，扣成麻布，搭狮子手，还是右手朝下，往上提起，端平，胳膊伸直，分开。 两手分开，哎，伸平，含胸八背，你看，往前探，手心冲上，往回缩，含腰，就这得劲儿，八背，再含腰，拉回手来，手心冲下，麻布推出去，麻布腿掌推出去。 这伸开抖灵，引起抖灵。再接着，右下势，还是一个撩阴掌，还是一个上部撩阴掌，左腿往前迈。哎，这撩阴掌出来了。这有一个攀打，往右劈，劈成弓步。哎，弓步劈掌。 这有一个攀打，后边甩成钩，往后看看钩，左手在脸的一侧甩头，金字缠腕，拉开拉成十字，还是有弓步，走，往左转，哎，手心冲下，俩手心都冲下。 右手往下摸，左手跟右部往前上，成为撩掌，哎，左弓步。转身劈右掌，成右弓步，哎，成右弓步。回身麻步，扣脚搭狮子手，往上挑起，提起，分。
含，这个动作含胸八背啊，八后脊骨主要是，把后脊骨都扒开，哎，往下坐气，抻气，伸开，紧急走令，比抻肩抻着来肩，下肢，哎，右下肢撑左弓部，上部右部弓掌，廖院长。 往右劈掌，撑右弓部。哎，这有一个攀打，攀打，往后看甩钩，对，甩头，这甩下头。哎，你看，金丝缠腕，十字星。这个动作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动作，这个身，这个前手跟这个后肘要拉成一条线，啊，成为一个十字。 这两条腿成为一条线，胳膊成为一条线，这成为一个十字，十字形。好，下边做第五个十字，伏虎式。接上一个动作，左手往下摸掌，这是个摸，手心擦地皮。 撩成弓步，哎，撩出来，手心冲下，后边这右手是撩阴锤，你看撩阴锤，哎，在这挂腿，腹部式，左手往上抬，抬正高度，往下摸掌，手心冲下，擦地皮走，哎，擦着地皮。 撩成弓步，成为弓步撩掌，后边变拳，撩阴锤冲着对方的裆撩锤，哎，这有个挂腿，这挂腿高矮都可以，抬腿都行。倒叉步，右腿撑。 臀后叉，拳贴身往下栽，往下掖。下一个式子是玉腹麒麟，接上一个动作，有点讲究。你看，这有一个捞月分开，右拳不动，左手往下捞，哎，捧着这个拳面，往上提气。 往上提气，挺胸，把这气提在胸前来，往前开右步，双劈掌成为弓步，把气放下，面手往后做伸，抬右脚尖儿，往下踩，穿掌，后酸腿，提起，蹲，开步，往上托掌。 往上提气，蹬前腿，蹬左腿，往上提气，弓步劈掌，哎，往这是往下放气，面手，海底针，手指往下追，后腿酸腿，哎，往上酸，挂腿。 踢踢劈掌，哎，往下乐，乐脚尖点地，成为钉步，开步，触脚跟托掌，手心冲上，右手搭在左手的腕上，托起来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甘露手，接上一个动作，接托掌，左手心冲上，托起来。 根部跟成钉部，开右脚，触脚跟，重心在后，手捧掌，手心冲上，手背冲下，根部往下压。下边有位学生再演示一遍。
根部称为顶部，双膨掌，根部还称为顶部。那，哎，蹲下，下一个动作，黄蜂入洞，接上一个动作。 接上一个动作，蹲下，脚跟落实，蹲下。要这动作要变手，你看翻过手来，手心冲下，哎，顺着腿的两侧，往后摸，哎，往后摸，摸到后身来，甩钩，蹬起。 打手，腿掌，下边是蹲身抱球，一蹲身，侧身，开右步，这是一个架打，晃晃入洞，这是。 好，晃晃中的完了。下边，由我的学生再演示一下。哎，双不掌，手心冲下，往下按，哎，翻手心，手心冲下，往后甩，甩成钩。起，往上顶头，起身的时候往上顶头。哎，这要含胸，含一下胸。 哎，双掌推出去，哎，坐腰抱球，多抱球，开右腿，哎，晃晃入洞。好，这个动作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有猫病的同志，这个动作可千万要注意。 什么高血压了，这个脑子供血不足，什么心脏病，做这个动作都得注意，因为这个动作做的时候一起身呐，有这方面的毛病，一起身趴的晕在那了，趴在那了，趴那就起不来了。这个我经过好几个人了，如果练这个动作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，啊，如果身体要虚的话，这个动作也做不了。哎，做这个动作，一起身，你要是脑子供血不足或者高血压，得起来，啪的趴在这扔在这了。 这大家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千万注意，有毛病的同志要注意。好，下边一个动作是太公钓鱼，接上一个动作。太公钓鱼这件往后缩身，要沿肘，沿左肘，沿右肘转腰，哎，这有个撩，撩掌，撩出去，哎。 钓鱼，抬腿，屁，往后缩，一肘，这有个船下是这个是个船掌，手指往上挑，往上提起，往这一沉，打下去，注意这个动作。 这个圈眼要冲上，掌心要冲上，啊，这是一个右弓步，右弓步的姿势，这是跟那个架打相似的是。沿肘，沿左肘，沿右肘，撩袍，哎，带，把腿带下来，屈膝，往后撤步，往后撤步，左肘。 哎，这是一个右肘，这左手下是穿掌，哎，称为左弓步，往下抻起，哎，有一个指当吹，咚。下边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节的几级手法，主要几级手法。问对方，我打了这，我打了一拳，他逮着我。 你看，我这一打，啪，人家逮着我了，逮着我怎么办？哎，这是在那个金丝缠腕式的形状下，金丝缠腕这，把着我这一带，你看，我用这个手一磕，
一握他这个腕，你看他拿的动不了，他想探这个手都抬不了，哎，一下子把他迈住了，啊，是这么一个手法，哎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你看，啪的一下，他带着了，你看，这手不让他跑，你看不让他跑，啊，这一握他这腕，他这他要不跟着走，他这腕都折了，所以他必须得跟着走，这一转腰，歘，都把他拴出去了。 用这个动作把他这已经把他磕死，你看他想跑跑不了，不让他跑，你看这手这一磕，往这一拽，他非得滚不行，你看他不准他这腕子折了，哎，他撑手不了，就出去了。哎，这个手法很简单，他这个力比谁要用好。再一个就是躲，你看他攥着我了，一只手攥着了，躲不出来，你看他这么转住，你看这么转，你看。 只能把他拽过来，出不来。我这手一动，你看，哎，这都是那个武术的巧力，你会不会用这个力？他攥多大力都没关系，他攥不住。你看，啪啦咔，这攥不住，他不说一手俩手也攥不住，说这力比谁要合。下边。 下边一个太公殿宇里边一个肘，一个坐肘，这个肘比较危险，啊，三圈不如一肘，打三圈须没事，但是坐这一肘，一般的人承受不了。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，啊，啪的一碰到，你看，他推着我了，他推我的时候，你看他这手也是个推劲儿，直接他推我这个肘，你看他往前一推，你看我。 这身子往正来了，你看我得给他，把他这个力给他卸过来了，卸过来你看，啊，往下这一坐，这肘子出去了，他出去跟着，你看，啪，咔嚓，这他都反不上手来了，下边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，你看啪的一掌，这一碰，他推过来了，你看他一推过这个肘，你看给他卸了，你看他没了。 你看他没了，啊，没了，腰，这动作得腰上去。你看，往这一掩腰，往下这一坐，啊，你看，这人都出去了。接着他一出去，啪的一翻倍，你看，接着这一落在这儿，啪的一掌，接着你看，正是搓着嘴巴子。说这拳呢打得慢，拳慢，动手比谁要快，啊。 动手的时候都相当快了。
下边练大白拳的第三节，由我的学生做一下演示。第三节第一式，同时亮锤，接上一个动作。这个指当锤打出去之后，你看，双手叠，两个手心冲下，就跟两个抓呀似的。你看，两个抓呀似的，在侧面左侧抓，抓起来，蹬腿往上提，右拳往上架。往上架，哎，同时两锤，这有一个形象。好，两手交叉，手先冲下抓，哎，在左侧往上踢，踢的时候蹬腿，起肩，哎，这个力要在这个肩跟这个小胳膊上挑起来，头要甩过去，往这么看，挺胸，因为这个气是往上提。下势入一手，接上一个动作。这起身，开，平着，往下蹲，往下乐。这两只胳膊跟串身，同时往下蹲，往这大狮子锤，右锤在下，左锤在上，往前迈左步。所谓一个钻锤，往前顶锤，哎，顶成弓步，哎，这便绝手，这便绝手，入一手，蹬，开，对，两拳开平，往下搭狮子锤，哎，左拳朝上，上弓步，弓步冲拳。左手变绝手，三指诀，
蹬步提起，走右二指诀，腘肘，这得是要眼肘，先眼右肘，后眼左肘，蹬腿，了。下一个式子，先人送子，接上一个动作，这眼肘，这蹬腿，蹬完了腿一乐，在这送子，送出去，在这转一下。 转一下手，手心冲上，左手心冲上，托起来，送出去。蹬腿的时候勾脚，哎，往前送左肘。好，注意啊，这个手心都跟托着个东西一样。你看，在这送出来，从这绕一个圆，在这绕一个圆，送出来。这个掌，哎，亮在这，托在这，哎，下边飞腾一夜叉。 还是接上一个式子，这先人送子送回去之后，你看，原地不动，搭手，看手背都冲上，搭手搭上，往后拜，这一个拜式，啊，对方退来了，你看往后拜，一拜都把对方卸了，你看，重心在后，也就是重心在左，在这时候扣右脚。 开左脚，变成双劈掌。左弓步劈掌，哎，飞腾，你看，盘，伸直了胳膊，胳膊要摊开，你看，这样摊开，哎，有多长伸多长，在这分开，左手到后脚跟去，右腿的后脚跟往后看。 再往下做一下身，开脚，你看上步合掌，合掌的时候是右弓步，右弓步，走，搭手，原地不动，重心还在前，啊，右弓步拜，哎，往后拜，拉左肘，对，眼睛往这边看，扣脚，哎。 撑双弓步双臂掌，左弓步双臂掌，哎，这一个攀花，哎，这都是飞腾。亮，后手手心冲上，两个手心都冲上，啊，要回过头来，要看这个手，这个要求这个左手跟右脚跟相对，啊，这个得有点腰，得拧得过来，哎，这是根部。 哎，往前上步，撑右弓步，合掌，下一个是捧削式，接上一个动作，根部，跟成钉部，再开左部，出脚跟，转腰，拦打。哎，这个手下势的时候，俩手相对，手心冲前。 哎，往前搓，哎，左右推周，这是，嗯，来回这么搓，手心往前，在这捋，哎，仰身，捋背，这个主要是走腰跟后胯，哎，不要僵头，扣脚，你看，拉脚，转过体来，哎。 再往后仰，弓步推出去，双掌一块推。这个动作，先根部跟成钉步，哎，左腿往前跟，还开左步，落脚跟，转体，哎，左右推肘，手心冲前，跟簸箕似的往前搓，哎，再反过来再搓回来，搓回来捋的时候。 俩手顺着腿，哎，往上捋，胸前合掌，仰身，扣脚转身，哎，拉左腿往后仰，双掌推出去，称为左弓步。下一个动作，俯卧撑式，还是接上一个动作。
这左弓步推出去，跟右腿脚尖点的开右步，乐脚跟转体摆。哎，这是腹心式。并步，两个腿往一块挤，往左看。跟步，右腿跟上去，脚尖点的开步，乐脚跟转体，哎。 拜出来，腹心式跟腹这个亲这似的。哎，俩手相对啊。下一个动作，观音手指，还是接上一个动作，就这接，双手分开，手心冲上，往上搭，抬头，开右步。 哎，有弓步劈掌，哎，在这转体，右手往上走，手心冲下，这是一个下式抹掌，这，哎，还是掌心冲下，掌心冲下，哎，这个是一反一正，哎，一反一正，你看开。 和手心冲下，哎，左手掌心擦地，哎，左撑右弓步，撩掌撩阴，两圈分开，哎，搭手，撩慢，开右步双劈掌，哎，劈成弓步，右弓步。 下式，哎，右下式，手心冲下，这一个抹掌，左腿往前跟，撑左弓步，哎，这个是一反一正，还有一个这个式子是一样的，哎，往下捋，捋手心冲下，哎，擦地劈走，撑左弓步撩掌，往上走。 好，下一个动作是青龙摆尾，哎，接上一个动作，是吧？注意，是弓步拖掌，你看，往上拖，拖这个右掌，哎，跟拖着东西似的，抬起脚跟来，右脚跟抬起，往回扣，扣成麻布，你看，往上打手甩，左勾手，哎，这个尾都摆出来了，哎，这穿。 顺着腰转一圈，你看，从这出来拨出来，端平，这得打手，八步打手，开左步，往左开，双劈掌，往上拖，拖右掌，哎，拖平，甩左勾转腰，哎，这个左手颤腰，整颤一圈，这个摆尾。 哎，都完成了，往上搭手，手心冲上，往上看，哎，这是麻步撑推掌，哎，左弓步劈掌，玉斧麒麟，接上一个狮子，左弓步劈掌，上右步抡劈，劈成右弓步，这免手，还得针往下扎。 后腿抬起来，挂，蹲，上步，劈成右弓步劈掌，哎，免手右手往上酸，免，哎，往下扎，往下追，哎，前手往下追，哎，右手高酸，挂，挂腿。 劈掌，蹲，蹲成钉步，乐钉脚。下边第三节的击击手法，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飞灯夜叉都是跟一个攀打是相似的，啊，对方冲着我一来，我趴着这一劈，你看这一个劈。
劈在这一掌，劈在这掌印下，他一挂把我挂下了，哎，往外一挂，哎，挂下了，因为我是连劈，哎，不是这一下，你看，劈，还劈，还劈，还劈，你看，劈到这程度，哎，这是一个连劈掌，这是飞腾夜叉，晃开了，晃开了这样劈，不让对方缓过来，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一，二，三，你看，在这时候。 我这他一挂，我这带着他，你看带着后这一坐，在这个时候，大家要注意这一手，这是一个坐力。我这一挂他，你看我这个手，这一绕他，这一绕这胳膊，你看在这一搭，这一蹬，一坐腰，全身的力量，这一坐腰一蹬，歘把他甩出去了，哎，是这么一劲儿。还有一个，你看，趴着我，在这一带。 他这一挑啊，一挑，你看一拽，你看，你看，稍微一个他都没力，哎，完了之后在这一逮，你看，抓他这个肘，你看这肘这抓，这就出去了，因为买住他这个肘，哎，这个动作你看，买住他这个肘，打顺劲儿，打他直线，你要这么打出不去，你倒倒了。 是吧？你要这么打也不行，打他顺劲儿，由这个肩打他那个肩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由这个肩打他那肩，他这就出去了。所以这个得把这个力找好。下边这个青龙摆尾，这青龙摆尾呢，你看他对方来了，他这一靠我，你看他这一靠我，你看我这身，他这一靠我，你别跟他这么顶。 你看我这，你看把他卸了，他没劲儿了，他没劲儿了之后，你看我该摆了，你看我这一摆唰，嗯，这一摆一转腰这劲儿，他就出去了。这里头有个窍门儿，这都是活手。你看这胳膊啊，这样出不去。这个胳膊有个转力，有个转，有个坐，转与坐的劲儿。你看，这么一转，这么一坐。 他站不住，非出去不可。你看这波，一百多斤拨不动，所以这武术的活力啊，就在这儿。
下边做大背圈的第四节，由我的学生做眼泪。第四节，第一是画地为界，起身蹬腿，两掌往上豁，往上豁，起身提起蹬腿，豁豁起来，这一个左弓步撑出来，两个胳膊要伸开。下一式是披露诀。披露诀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披露诀啊是这么个手型，左手手指朝外，两个食指相对，左大拇哥搭在右大拇哥上边，是这么一个形状啊，这是那个披露诀的诀手。下边我做一下，分开，两手分开，提起，倒插步，右腿往后插，倒插步，往下抻气，双手两往下抻气，这个手型已经变了，到这儿，成披露诀，提气，哎，抬右腿，双手往上拖。往平，倒插步，慢一点，底有点含胸，下边是平分秋色，接上一个式子，起身，蹬右腿，抬左腿，左腿抬起来，蹬，马步成掌，分出去，起身，踢左蹄。踢左腿，扣脚扁腿，扁腿蹬，哎，马步蹲，哎，这个掌分出去，
这张这样分出去，你看撑出来，下一个式子，先是摘果，这一个下式，左下式，手往下捋，哎，也是个下式摸掌，手心冲下，哎，跟前面那个下式是一样的，哎，上部撩阴撩，称为。 弓步撩掌，右弓步撩掌，拜，双手照齐，哎，往后拜，捋压掌，压着这掌往下随，压掌随，随着走，贴身随着走，哎，转腰往右转腰。 哎，双手往下捋，手心冲下，左手下摸，摸掌，往上部、上右部，哎，称为撩阴掌。这个掌撩阴撩对方裆的，这都是，啊，这是右弓步撩阴掌。双手后摆，摆齐。 这掌摆齐之后，压，有个压劲儿，俩手往下压，压着随，你看，压，随，压掌随，随着身走，哎，拖在这儿。下一个式子，霹雳手，站起，抬右脚，你看，脚跟相对，这脚没动啊，你看这脚型，注意脚型，开右手。 哎，这开右手，左手抬起，甩钩，甩钩的时候，这左脚尖扣过来，成为立正姿势，右手搭在小蹼，哎，这变托天掌，往上托，左钩往下勒，右手往上托，往上看，哎，往上看，托起来，开。 你看，这是个立掌，开平跟平身，变手，手心冲上，往里来，来到胸前跟胸前相对，往后坐，左勾手变掌，俩手向推，坐，你看。 金蝉脱壳出来了，你看这动作都出来了。下边是霹雳手，做，开，哎，开，哎，往上托掌，哎，托天掌，托起来。好，这个掌一定托起来啊，把这掌伸开，这个钩，你看它在后，这后边是个钩，在这个时候还手，开，往外开，开胸，要开大。 哎，平反手，手心冲上。哎，左手变钩往前推。哎，有个称为一个金蝉脱壳的方式，灵蛇出洞，往右转身。哎，转过来，右少 C 的腿。哎，转过来之后是一个右少 C， 抬腿。 往后挂，往后挂，哎，抬起来，圈腿，摊腿，搭十字手，往右转体，掰右脚，哎，称为右少 C， 抬腿，哎，这腿挂起来，哎，令车出动，收腿。 收右腿，弹，称为弓步狮子手。胯弧式，哎，接上一个动作，这有个裸踢，啊，这是掌，因为狮子手嘛，这是个掌，裸踢，往回裸，裸踢，通天炮，转身下式，这个手型变了，左手型变了，手心冲上，这个左手心冲上，擦地走。
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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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叉
注意下边一个动作，小动作，有一个转腰加推，哎，对，一转身下势，哎，下左腿，手伸冲上，擦地走，哎，转一圈，往后看，哎，你看这个头，往后看，啊，不是往这个方向看，往后看，成为一个苏秦背剑的姿势。哎，跨过腿来，这是一个胯弧式，啊，胯弧式它是定在这儿了，你看，定在这儿了，头往后看，你看，坐臀，啊，臀部要往下坐，臀身往下蹲，罗汉拜佛，起身，摆腿，哎，这一个双皮掌，成为右弓步，这边下势，哎。往右下，还是双手往下捋，手心冲下。这个跟前面的动作，这个下势是一样的，相通的。哎，你看，坐下身，到这个弓步这儿，左弓步，哎，这出一个撩阴掌，在这变手，原地不动，原地不动，左手上来，你看，手心冲下。手心冲下，往前缩，跟端着个簸箕一样。你看，左右推周，这叫。你看，再反过来，再推回去。你看，往前搓。这个动作要下腰、下胯。哎，这个动作难度稍微大一点啊。在这，你看，端起来，往上端，端起来，在这合掌。哎，罗汉拜佛。哎，乐成弓步，乐成弓步，双皮掌，这是一个单皮掌，走右掌，啊，掌握这个右边的力量。这是都是前实后虚，前面要实，这个动作后边应该虚，啊，劈的这一掌这儿。哎，这个下势跟以前的下势是相通的，这个都手心冲下。哎，成为左弓步撩阴，上一步往前迈一步，哎，成为你看左弓步撩阴，反手，哎，手心冲前往前搓，哎，这动作叫左右推周，你看左右的啊，哎，往上端起来，哎，把它端起来，这气往上提。一合掌，这个气往下沉，蛟龙戏水，往左转，手掌有个末掌，啊，俩手掌相对，你看有个末掌，这就注意这，你看，这都是掌伸开，啊，左手甩钩，右手对心口，你看唰，哎，开右步，戏水。哎，这个手掌相握，对，一个甩钩，对，注意这个右掌，这右掌一般都看不见，这个右掌对心，你看对胸口这，你看四指后边是钩，啊，这动作要注意，不注意的话，你不知道这个手型是怎么走，所以这个手型是很要注意，得特别注意这手型，对，先开右步，哎。打拳，往后拜，这个胳膊往上架，哎，这个抻出去，这个架子要拉大一点。这个第四节的挤击手法，这个罗汉拜佛里的这动作，你看，对方来了，打我这儿，你看他打我这儿怎么办？你看我这一来，你看他都没了，对吧？你看这样来干了，
他往回一抱，你看脖子弯了。所以你得懂这个手法，对方打来灌来，你看没了，你看他没了，往我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把他都卸了，穿身都给他卸了。卸了之后该发他了，该打他了。你看，大家看，你看，顺着这走，你看这个力，这力顺着这走，这刃都出去了。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！啊！正好这样一收，就把他打出来。还有一个打法，你看，还是这动作啊，还是动作，你看。往这一豁，还是这豁，这豁必须得撞胳膊，你看，不能拨，拨你拨不动，你看，这你拨不动它，它比我力气还大呢，你看，这它都弯了，啊，拖走。